辛苦啊！我想要大声甲你讲，我爱你，感谢你照顾，我永远拢是你心肝仔。陈荣，还有佑嘉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我听完你的口白我就哭了，而且你的口白是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去厉害哦。我如果不是因为在后台看到爸爸对他真的很照顾，我真的想打113。这绝对是受爆小孩，我该干哭嘞！哎呀，哦，很棒很棒。雅文老师，请讲评。有好。笑啊，又好哭啦吼！其实爱甲所有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讲者，阮拄则是停机的啦吼。为什么大家拢咧七目屎啊？大家七个安尼吼，我想要问陈总，陈总，啊你拄则哭干安尼是无？我想什么才会使安尼哭出来？有想到啥？想到老母。哦，你卖去问啊啦，搞你奖品啦。无啦，恁老母有来无？老母有来无？妈妈都不在你，妈妈平常都没有在你身边，有一个白呀，遐啊，我这个不是蔡成龙，遐一定一个，伊就底下唱妈咪妈咪，你伫倒位？哎，妈咪坐伊头前啦，啊，这个坐较远，可能会哭较较艰苦安尼。好，回到老师，真正是我感觉有真济吼是天生主人，你真正大人要甲教讲安那表演吼，还不见得学得来。是雅文老师，你不觉得他那个口白太有感情了？伊口白上水的一点就是头起起。我想要大声甲你讲，我爱你。有无？迄种的专心咧想妈妈时，迄头起起的感觉，哎，这都专业啊！哦，你咧念口白，头拢唔捌正过呢。你咧唱歌头嘛拢是歪的呢。哦，啊，但是我真感动，感动你唱到一句讲，哦，这个饲爸母算长的这，然后饲囝无轮班。是爸母爱算长，你知影这首歌就是咧讲友好，对不？知吼，哦，所以你唱到足感动人诶哦，所以很棒哦吼，陈龙。侯善亮老师，请讲评。好，我这礼拜已经无遐好骗啦吼。顶礼拜目屎分数你骗骗去，结果讲妈妈坐伫遮尔，我阁是你妈妈去倒咧。对对，陈龙真的是我看过吼，唱歌
上高演的，就是唱歌最入戏的一个小孩啊，真的是他每，就是他可以把这首歌是演到就是他的故事这样，真的是我们明明知道你妈妈有了，还是被你大家口里骗咖。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不敢相信，说没有任何受，唱到大家眼泪流，没有任何受暴经验的小孩，可以揣摩那种感情，对，就觉得他演戏的天分难得是一流的。那其实真的，我们讲说好的歌手，在这个演艺这方面，就是说演戏的部分还是需要有天分。所以陈总这一点，我觉得他光这一点就赢过很多人了。